哎呦，这件衣服好看耶，1000元买了，卡其裤2000也顺便买好了，外套也来一件，袜子也顺便。干，运费好贵，不买了。奶茶是茶，茶是养生的，所以喝奶茶是不会胖的。奶茶是奶，鲜奶是健康的，所以喝奶茶不仅不会胖，还很营养。喝奶茶要加冰块，冰不仅没有热量，而且还会带走其他热量，所以喝冰奶茶不仅不胖，还会瘦哦。好尴尬，阿文伯君去厕所大概5分钟，必须找个有续航力的话题来聊才行。哎 ，Larry， 你有看《海贼王》吗？啊，没有哎、欸。啊，你有看《一拳超人》吗？没有。哎，啊，你有看 NBA 吗？我不会打篮球。那你会弹钢琴吗？不会。哦，我也不会。你有看《叶问》吗？最近好像要出4哎、欸。哦，我有看第一集，他打10个，超厉害的。对啊，第二集打龙卷风也是超强的。对对对对，还有第3集打泰森，酷。嗯。叶问真的很厉害欸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嗯，对啊。你们聊那么嗨是在聊什么啊？哦，我们刚刚在聊叶问啊，他都有看欸，超懂的。哈，叶问谁没看过？哼，其他男生或许会害怕自己手机被女友检查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够丑，根本没第二个女生想接近我。我对这方面很有自信哦，婷婷。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。等等，阿文，都是我的错。小雪，你假装不知道，我知道你喜欢妮妮。他跟我说你喜欢妮妮，并且要我假装不知道。如果让他知道我让你知道我是让你喜欢妮妮，那他绝对会杀了我。拜托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